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自己的主控台，我是张小艺。刚玩那游戏真是累死我了。在喘了一口气之后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继续来开欧洲卡车。希望开完以后我的这个手会好一点，但当然前提是这一趟不要也各种出车祸，那就很惨。昨天我开到英国来，现在呢我要在英国这边看是要找个当地工作，还是要跑一趟回到欧陆。这里有一趟单价好高的，但是有个问题，我能不能够找到那一间公司，这也是一个点，我去找找看好。他在哪呢？哦，对，我昨天我来修了车。好，来看看。看起来蛮近的，那我应该可以接到那个任务。这个任务是一个很短程的，5分钟内要跑完的任务，好像可以赚700块，700块。我觉得任务的难点是我接到任务之后，我要把拖车接到我的货物上，我觉得这一点就要花我2分钟时间。除此之外，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难的。昨天一直在出车祸，希望今天不要出车祸。哎呀，又是这个好小的门。这间公司在想什么呢？不要哦！不要不要不要哦！好险好险啊！差点要撞了，吓死我啦！哈哈。吓死我喽！啊擦，还是撞了吗？真是一个充满恶意的世界。我才刚修好的车哎，我才刚修好。啊哈哈，喂，好，停停停，来接工作。啊什么？那个工作不见了。我生气了，那个工作不见了，怒不接，退出来。啊，又撞，呵呵，你不要这样，你别这样，呵呵，可我转一圈，我就不信我转一圈出不去，我就不信我转一圈出不去。等着看，我就要出去。就要出去，等等等等，好好好，干脆我先来看一下我的任务单好了。哇，任务单怎么看？工作市场，好吧，有点难过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次，点这里，找一个单价最高的工作，看来是他。好吧，去找找看。结果就在我刚刚经过的那个站点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好像在玩我一样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我以为我在玩游戏，但其实是游戏在玩我。
好，前进。前面转弯。倒是没有注意到他的任务时限是多长，我就挑了一个看起来钱最多的，我就赶快来看一下他到底停。我看一下哦，开到这里啊，开到曼彻斯特，那就是你啦。哎，不要！我要哭了！我帅气的车子，被我撞得破破烂烂的啦！唉，没关系，修车嘛，我有钱修的。我那么努力开车，不就为了赚点修车钱吗？歪掉，再次。这次应该可以。啊，好。哦，好，接上了。先看一下我的车子的情况。我才刚上来，损坏程度1%，有没有搞错？我不做，我不干喽！上贼船了，不能说不干了，走吧。唉，再痛苦也得扛下来。485公里，不要哭，撑住，你可以的。心再痛，也要站起来走下去。所以我今天标题还打说希望可以顺利一点，结果看看这是什么悲惨的开头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，开到曼城去。想看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让我开心一点。哎呦，我差点被开超速，放慢。哦吼，好吧，好消息就是我刚刚超速没有被开单。这条路看起来就是抓很严的样子，大家都开那么慢。那我要来控制一下，稍稍贴在这个速度线上走。前面的车是偷超速吧？他们为什么那么快？虽然说我没有看到相机啦。但这一段路也太鬼毛太慢了吧。因为施工中呢，还道路缩减。哎呦，卡卡的。哎呀，又超速。昨天我下线之前已经休息过了，所以估计这趟跑完。这要跑完接一个，如果能接一个跨海的行程，我就不用再去休息。但我觉得这样跑完有很高的几率我必须修车，我有这样的直觉，这趟跑完可能得修车。
奇怪，我刚刚应该没有撞到我的货物啊，为什么我的货物损坏会是一趴嘞？我记得我都只有撞我自己啊。我是撞了很多次墙，可是我没有撞货物吧？奇怪。啊，相机在上面啊！哎呀，还好我刚刚没有偷偷违规。原来相机在上面。哦，你被拍过哦，这么有经验，被拍过哦。这是传说中永远都在施工，永远不会好的道路。那我们来看看驾驶座模式旁边的风景。算了，有点危险，切回来。哎呀，乡间小路也不算乡间小路，农通往工业区的路。虽然今天是假日，但是还是不能太晚睡。估计开个四趟差不多。明天我要多花点时间把我的巫师二打点进度出来，打了半天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进度。我连接前有撞哦，我真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，我连接前我撞了，不记得啦，我撞完就忘啦。早知道我撞完之后我就应该走啊，还是接了以后就不能放弃，接了以后可以放弃吗？就是我接的任务还没有连上车，这个时候我可以放手说不干吗？他会扣我契约钱吗？我也会看操作相机啊，我只是会忘记看啊。我记得的时候我就会看，想起来的时候我就会看，只是你知道意外总是发生在没有准备的时候。而且我已经很习惯他的相机插在路边，一下子没有想到，对吼，相机也可以插在上面。其实我昨天在那个休息的时候，我休息完之后，我休息前修了一次车，我休息完要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又撞了一次，我就只好很郁闷的再去修一次车。所以我其实昨天默默的修了两次，就在我下线之后默默的我修了两次。前面是一个相机，机灵的迅速放慢。你看这次我有注意到相机咯，这一台我已经跟它很熟啦，路边的这种我已经很熟啦，插天空的就有点防不胜防。不知道他逆向是扣一次钱还是扣好几次钱。如果是扣一次钱的话，我也可以来挑战一下，就是逆向开高速公路。感觉逆向开高速公路会有点像在玩那种什么跑，就是跑酷游戏那种小游戏，就是可以左右闪车的那一种，好像也很有趣。啊，放弃会罚。
我也觉得接着工作以后放弃应该是会罚，接之前应该没就没事，接之后应该就不能放弃，会被罚钱。还有346公里，345公里。我决定下一个升级点，我要点长途的那一个。因为我发现其他点货物的，但是我不见得会接到那个货物。所以点长途，下一个点长途，因为我一定会跑到那么长的路，可是我不见得会接到贵重货物。帮别人工作的时候比较可以挑，自己工作要考虑地点就比较不好挑了。前方那是直走吗？那是直走。还有316公里，还挺久。接到内线来啊！奇怪，我的左右方向灯躲得这么隐秘，后面真的看得到我的方向灯吗？我怎么觉得他们其实看不到我的方向灯？那方向灯居然是藏在拖车头后面。后面既然有拖车尾巴，谁看得到拖车头后面的方向灯啊？这个设计是不是怪怪的？感觉疲劳度上升的有点太快。开个100公里就开始累了。好吧，实际上开100公里好像是会有点累。空站。我们现在往东北方走。哦，居然还有取消当前作业。如果我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取消，也就是说我会把这个拖车尾巴留在路中间。如此的帅气。放气，然后那个车尾就会撞到后面的车子。哎呀，这还是想干嘛？习惯性的霸占两条线道。不让后面超车，硬不让后面超车。前方有隧道，根据我的经验，隧道还要减速，隧道的速度比较低，所以我要放慢速度了。
而且我看到相机了。开在边边了。哦吼，旁边好像是之前有看过的那个海岸。哎呀呀呀呀！啪啪啪啪啪啪！哎呦，啪啪！呵呵，哈哈。吓到我啦！229公里，加油！一直会不自主的往左边偏，真是麻烦。我真的快要睡着了，完蛋！哎，等等，他突然速度又变了。怎么突然又变速？因为施工中吗？我来找找看哪里有相机啊？上面，所以是刚刚黄色那一只东西吗？应该过了，哎，不对，还有一只。哦，这是黄色这个东西啊，我还以为是路灯，原来也是相机。还想说这路灯黄色的这么漂亮，黄色路灯可真别致啊，结果居然是相机。一望无际的乡村风景，我应该一边吃个点心。你们这样看，你们不会想睡觉吗？好歹我的手还要控制一下左右，好歹我还要关切一下路况。单纯看的话，会很无聊吧？就毛事都不干，就只能看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剧情，也没有什么动画。也没有好听的音乐，难道真的是当催眠节目在看吗？好，我要切到边边来了，我要放慢速度，我要切过来啦，很好。看看，
还有156公里。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看有剧情的实况。虽然我觉得巫师那种又太累了，那个剧情又拖得好长，但是就是有点剧情或者是解谜，我其实也蛮喜欢看解谜的。我有点剧情比较看的时候会比较专心，不然很容易我就发呆了，就做别的事情，就把当背景音乐在看。不是这么说的吧？我一趟才撞几次啊，尤其是我现在技术越来越好，很少撞好吗？你看我现在也才不过就损坏，哎，什么时候就2%了？奇怪，我刚刚还1%的啊，想必这是轮胎的磨损吧？想必是轮胎的磨损，以及这个风吹动砂石造成的车体的刮伤吧，是这样子的吧？有道理啊，怎么可能我开着开着就毁损？货物就更奇怪啦，我再怎么毁损，也是我的车子毁损吧？这跟货物有什么关系啊？太莫名其妙了。这是它的欧元回收机制吧？哎，不过我接英国的任务，他也是给我欧元啊。还真的有轮子磨损啊，货物那个我不能理解，但轮子磨损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毕竟开车嘛，轮子是一定会磨的。就是货物也增加毁损度啊，货物也增加啦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难道是货物的轮子磨损吗？那就太坑咯，你开个车出去，连货物的轮子磨损、拖车的轮子磨损都要算我的，这样就有点过分咯。还是我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其实有撞到护栏？没有啊，我刚有撞护栏吗？有吗？不记得。之前开巴士的时候撞比较多，开卡车还好。还有96公里，快了快了。估计1.5小时到达，我开一趟车大概是半小时，其实也蛮久的。你转圈圈，但是我的啊，但是我这边没有转哎，我这边，我看看哦，我偷偷切个画面看看哦。我这边没有问题，我这边录也还在录，也没有转圈圈，我连聊天室也没有问题。所以你重新整理看看啊，我这边超顺哎，咦，我这边还蛮顺的哦，我自己第二台电脑看是还蛮顺的，你要不要重新连看，重新开看看？对啊，我前两天反而我自己前两天是
我弟的荧幕是看不到东西，就是他几乎是卡的。不过这个我今天看他是很顺，然后也没有丢失影格，然后连线也是显示绿色，非常好。嗯，我还在想说，大概是因为今天是就是礼拜晚上，大家都出去玩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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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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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骑过来，好险好险好险！哦，我看到终点了，我看到终点了。所以你还转圈圈吗？还转吗？还是说所有人都在转圈圈，只有我一个人可以看到我自己在玩？所有人都转圈圈吗？就只有我自己不转，突然就变成了内部网路，这个意思。知道，一定是你刚刚说要看车祸，你激怒了游戏大神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才看不到的，一定是这个原因的啦。好，帅气的转圈儿，转圈转圈转圈，很好，很完美的开了下来。我们就要抵达曼彻斯特了，就要抵达曼彻斯特了。请车上的旅客系好安全带。这一趟我预计被扣个1500了不起吧。回损度2%，哎，难讲哦，搞不好扣2000块，我觉得扣个1500了不起。我要下交流道了，切到外线来。你别挡我路啊，前面这台车，你别挡我路。喂，哎哎，有点飘，有点飘。好，放慢速度，放慢速度，好，慢慢来，不要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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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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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好，安全，哦，好险，总算是安全。时速是80。80公里，前方转弯，那我在内线啊，怎么现在就停了？再往前开一点点啊！前方有一个问号，等一下去看看那是什么。但是先转弯，先把车停进去。哦，你也要转弯吗？那我就跟在你后头咯。你往前走一点啊。哎，怎么办？这样可以转弯吗？算了，不能转我也转。哎呀，这哦，差点撞路牌，吓我一跳。前方就到站了，转弯。很好，现在我只要停好就行了。
我看看怎么停好哦。这样子，这个嘛，哎呀，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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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恶，地上木头居然是，地上木头竟然是障碍物，我低估你了。好，这样来开始挖苦。略有点歪，再次。先要往这边一点，好，这样，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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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不行，再一次，好，来。这歪歪的是怎么办？好停，好停，停停停！啊，这一趟应该不错吧？啊，被扣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，怎么会这样？作为一个技术士，我竟然被扣了那么多。我看看哦，我在这里，哎，这里有一张架子，好高的，哦，架子更高的，38，有没有更高的呢？37，路上距离550。路上距离550，路上距离540，路上距离57，好像这个比较，但这个要先去休息，这个我来不及，所以还是这一趟可能会好一点哦。那就你吧。我们出发。你的转圈圈的情况有好一点了吗？我要跑下一个任务咯。对，我这边很顺。刚好可以看一下，哎，出去，前方刚好经过我刚刚想要去那个问号。还是没法看啊，我不知道哎。你看一下你的网路的情况吧。问号呢？绕一圈看看。嘿嘿，发现一个新的卡车销售中心。
糟糕，我要回头，我要回头。算了，绕一圈吧。啊，还断下好几回。有没有其他人在聊天室可以说说看？是真的大家都这样吗？啊，你也是。咦，难道我的网络真的变成神秘的内部网络了吗？我看看啊，我重新整理页面看看。可是我这边的品质是，他这边写的直播设定品质是非常好诶。我的上传状况也是绿色的诶。对啊，我这边 OK 的说。其实你们俩住隔壁吧，所以你们俩网络一起秀的吧。啊，前面有好漂亮的建筑物。那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怎么办？钻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。什么都没有。哦，好险，差点撞，哈哈。你是不是昨天欧卡也卡？好像昨天你们是不是也是玩那个，我玩巫师跟那个无赖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卡，然后我看欧卡才卡，对不对？啊，混蛋，我撞到什么啦？心痛。那我想想看，可是奇怪，照理来说应该跟游戏应该没有关系吧，因为你之前看欧卡不会卡呀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跟游戏没有关系。其实我不知道游戏会影响上传情况吗？如果会的话，我这一趟跑完我就重开游戏看看啊。我这样跑完，我重开游戏看看，看会不会好一点。我这样跑完我重开。重开 OBS 跟游戏好了。星期五，我这边是学网，应该是学网，所以我自己感觉不出来，我自己反而今天比较顺。诶，两个都在同一个地方，但我想要在的是这一趟，我想要省休息时间。虽然说这趟价格单价高一点，但我要开这趟。诶，还有这个诶。就你了，不会影响我单机游戏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这是单机游戏。如果是上网的网络游戏比较差，但我是单机的。主要是我自己这边看我的那个上传的那个 OBS， 它是绿色的。诶，我刚好像说我要修车，我忘记了，算了。嘿，接上。
我来看一下我车，毁损3%也还好嘛，3%可以啦，等13%的时候再修都行。区区3%，不过就个轮胎磨损的程度而已。之后如果我游戏卡，我还可以试试看我的4G。我打算明天下午也要来玩。你们会喜欢看解谜游戏吗？我很喜欢玩解谜游戏。或者是你们会想看恐怖游戏吗？哦，那就有可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可能。啊，对，礼拜五晚上也是有可能。不过除了这个平台，其他我能想到的平台就只剩下大陆的了。台湾还有哪个实况游戏平台吗？糟糕，我觉得我的休息时间搞不好撑不到港口。我得看看，好像可以。哎呀，直走。我之前玩暴雪英霸都没有开实况，反而玩单机才在开实况。如果我要玩恐怖游戏的话，我一定要在有观众的情况我才玩恐怖游戏，只有我自己被吓到是不被允许的。所以再想玩我要忍住。我可以感觉到你们努力的在断线。欸，可是我自己看推局是很顺欸。我开两台电脑在看哦，我自己看是很顺哦。其实就是我这种人占了你们的频宽吧。我自己看是超顺的哦，完全没有泪沟，也没有转圈圈哦，我还小得意，觉得说难得今天终于我的电脑终于网络终于顺了。我像我们这种人很少的可怜吧唧实况台，照理说我们这个人那么少，该不会卡呀？之前看比赛的实况，那个就真的会有点卡卡。哦，我的休息程度要爆了，疲劳程度要爆。希望在那之前我可以撑到港口。哎呀，我忘记看是哪个港到哪个港，糟。我应该怎么看？没到了。哎，不对，那好像不是港口，那好像是另外一条路。糟糕，糟糕，也许他可以让我中间休息一会儿，
你们是不是又断线啦？是不是又断线啦？这是哪？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很好。预计18个小时投递卡，18个小时不睡觉会死人的吧？难怪要。那要是我真的接了一个18个小时跑欧陆的，我不就猝死在路上吗？什么隔天头条就是在什么18号高速公路上，一台驾驶怎么载运液态氮的一台这个那个什么车，反正是一台货车，然后驾驶疑似因为睡眠不足疲劳驾驶，然后引发心脏衰竭，然后于行驶中猝死，然后车辆失去控制，然后呢撞上两台车之后，这个追撞两台车之后撞上护栏，然后才停下来，然后随后起火燃烧，然后这个翻覆的轿车驾驶闪避不及，造成了什么7死8伤，严重的。哎呀，没有，我开两台电脑啊，一左一右开两台啊，这样也算自己上传自己看吗？我一左一右，可是我之前是自己看都会那个哦，我两台电脑，然后一台我在玩，然后我这台上传，然后隔壁那台电脑是会卡卡的哦。对啊，我另外一个电脑是占一个观众的名额哦，我还可以用它讲话的，虽然我没有账号了，不能讲话。我不是那个呢，我不是用自己的电脑看自己的上传，我是用旁边的电脑看上传。就是我说的，为了要看到聊天室。我自己的电脑没有办法看到聊天室啊，所以我只好旁边再开一台专门用来看聊天室，所以我看聊天室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出车祸。所以有时候看到我撞了，可能就是我在看聊天室。咦，这样子吗？我以为就是那个是就是隔壁的网路线不是吗？隔壁的网路线也算我的吗？我们是两个不同的网路插口哎，那是隔壁的网路线，还是说它其实学网，还是说学网就是共用一个呢？不对啊，这样不知道哎，我对于这个网路这玩意儿。其实并不是很了解，我只是讶异于平常我都会卡，但今天我不卡。哎，大家现在是晚上，我得开路灯。哎，等等，我路灯一直是开着的。原来我头灯一直是开着的，我一直在浪费我的电。哎，但是开电灯应该不耗油的啊。电是不是是在车子行驶当中自己就充电？所以我开那个雨刷啦、音响啦、电灯啦，这些应该是不耗电的吧，不耗油的吧。啊，等等，哇，擦擦擦，别擦擦啊！这就是看聊天室的结果啦，啦啦啦啦！看到我撞了就知道我在看聊天室，而且我还上错交流道，这个不是我要上的。抱歉啊，路还给你们。啊，路
盘给你们，路盘给你们。好好惨哦！然后我看一下我的货物有没有损伤。耶，货物没损伤，车损伤没有关系。我刚刚说了，14%再去修就好。货物比较贵重一点。要是我这个油罐车真的炸了，真的就要发生我刚刚说的油罐车在国道上燃烧，造成70发伤的意外，并且造成回堵6个小时，就变这个情况。然后最后要补一句，肇事原因正在调查，初步认定应该是人为疏失，就这样。哎呀呀呀！你停在那边干嘛？你有病吗你兄弟？嗯，对，我也觉得应该是电瓶，所以我开着灯，应该就是没有关系。顶多就是，哎，不过这游戏也没有电的问题，顶多发不动，但这个游戏没有电的问题，所以没有差。我有42000。啊，我刚昨天说要看一下那个销售车子的地方，我要看高价车是多少，我忘记了。等一下，到下一个站点，我要来看一下。所以你们转圈圈的情况还是一样这么严重吗？仍然转圈圈吗？仍然转圈圈。为了怕你们错失精彩镜头，我会小心开车，不要出车祸的。阿姨，我的疲劳度好像满了，妙，还好，港口好像也快要到，疲劳度好像满了，再来他就要打哈欠了。我就要见识到传说中的黑屏，闪黑屏。哎，怎么突然就亮了？怎么回事？哦，车速照相。哼哼。啊，他开始打哈欠啦！你们听到声音吗？他开始打哈欠啦！你撑住。你撑住，我们快要到了。啊，混蛋，我超速啊！这没有什么能够打击我的，最打击我的已经在我刚刚玩《Fly》这个游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区区的超速。怎么能够跟死亡51次相比呢？简直就毛毛细雨啊！毛毛细雨，不痛不痒，小帅，让你扣，让你扣。好，搭船去，转圈儿。那这样会不会被算逆向啊？我还是开回来一点，这样，好，我看看要到哪？哎，怎么有这么多站？糟！我先来查一下我的任务地图。我要到这里来，所以我要搭一个4:30方向的渡轮。4:30方向的渡轮。哎呦，他又在打哈欠啦！4:30方向，所以是这个。好，11个小时搭乘渡轮。他睡醒了，我也睡醒了。
后呢？直走。我们要注意的是，现在已经回到欧陆了，所以我们要右边行驶，靠右边行驶。还有364公里，怎么还是挺久呢？啊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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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嗯，我来看一下回损状况，哎，还是0%，很好。目前为止，今天我撑住了，今天我撑住了。转弯。哦，这里风景好呀。转弯。这一趟跑完，我要先吃个两块糕点，然后我们就再跑个两趟。今天预计睡觉的时间是1点吧，没有意外的话，预计今天要开到1点，释放到1点。今天有朋友说他们要去玩什么全境封锁，好像说是汤姆克兰西的小说改编的，说是剧情向的 CS 游戏，但是我对于射击游戏、动作射击游戏，我其实真的不是很在行。如果有看我玩巫师的话，就知道我其实对于动作游戏都不太行。不过之后《斗阵特工》算是6月的事情了吧，《斗阵特工》出来，如果我那个时候我还有在做实况的话，那一款我应该会玩吧。其实我在想，如果我实况星海会有人看吗？啊，超速混蛋！实况星海，然后打简单电脑。好像一点看头也没有哦。我星海的剧情还没完呢，好像应该要玩一下。明天下午来开个实况星海简单剧情，买了那么久，都还没有玩。你们又断了吗？又去转圈圈了吗？请加油，我的心与你们同在。哦，旁边是挺漂亮的风景，那我们来看看。吼吼吼，挺漂亮呀，可惜有护栏挡住了，让我们切个车顶，从车顶看。刚刚居然被开超速了，算一算我这趟刚上路好像就已经亏了不少钱，回损程度还4%了，这也不太妙。300公里，这一趟跑完去加个油吧。我昨天加油发现加油也挺贵的，加到满要2000多块。哦，啦啦啦啦，小心小心，先小心。前方直走。有点快，现在时间周日早上9点，预计行驶4小时30分钟，距离还有286公里。
前面的车有点慢。我要不要超他的车呢？好像可以，哎，好像有点危险。你先过，大大你先过。好，我要过来了。好，我随时，哎，等等，前方好像要下交流道，所以我要嘛就是在这段路超车成功，要嘛就是我丢回去。等等，糟糕，我这样能不能成功？可恶！先闪个灯吓吓他，吓吓他，逼车，哦，逼车！可恶，他不肯让步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冲过去，因为我要下交流道了。啊！完蛋，撞！呵呵，完蛋，危险程度12%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这一趟。赚不到钱了，哎，我不应该意气之争的，哎呦，不应该跟他抢这个路的，又被扣400块，回审程度又12%，我估计这一趟少说要扣个6000块哦，心好痛，我搭船花了9000，哎，900块，超速一张，车祸一张。还有啊，大程度的回损，这一趟简直白跑，没什么好说，简直白跑啊！我的心好痛，我的心好痛，我的心好痛，都是他的错啦。他为什么不让呢？我都已经要超车了，他就不能让我吗？哎，对啊，我就没有一次出门不扣钱的。我等下就开一个5分钟的车，我觉得这样就不会被扣钱。我等下就跑5分钟极短程。我就不信这样还被扣啊！好难过，又被扣钱了。刚刚那个的确是我冲动了啦，哎，刚刚那个是我冲动了，哎，但是冲动就冲动吧，我就当这一趟，我就当这一趟我没拉货，纯粹回欧路，这样一想就好多了。刚这趟我没拉货，这趟我没拉货，这趟我没拉货，如此催眠自己。我就怕现在引擎故障，我还要开200公里，它要是一直熄火会很烦的。放慢速度，前方那台车开太慢了啊！因为这段速度比较慢，这段限速是50。但是没有车速照相，他们干嘛开这么慢？我等下都不想交任务了，我只要想到交任务要被扣那么多钱，就心痛。我应该要等一下把那画面拍下来，上传到我的工作坊去，留作纪念。没有啦，其实。不是一心两用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很明显，刚才就是我就是想要超他车，可是明明前面就是交流道，明明前面就要下，然后我明明就应该要老老实实待在外面等下交流道，可是我就忍不住，我就想超他车，
我就想我能不能够超他车，然后呢，我就硬是帅气抢在他前面下交流道，然后就失败了。虽然说我最后还是成功的把他干掉，抢在他前面下交流道啦，这一点来说我是成功的，但成功的背后就是总要付出一些代价，就是我要被扣钱了。这其实还好，其实倒也不是一心二用的问题，就像我说的，我就当做是我自言自语呗。哎呀呀呀！呼呼，帅气打个灯，帅气转个弯儿。嗯哼，很好。还有164公里。玩这个游戏如果没有跟人聊聊天，其实会蛮无聊的吧？开个300-400公里，讲讲话的话，那个在聊天之中，公里数就很快就跳掉了。发生什么事哦？就是我刚刚，我前方有一台，我前方有一台车，它的速度大概是80公里。然后呢，我的速度硬是比它快一点，我是90公里。于是我就想要超它车，它在外线我在它后面，我想超它车。于是我就从内线要超它车，结果前面不远处就是交流道。然后本来估计是我就是帅气的逼车，然后硬是让它后退，可是它就跟我杠上，它就不退。于是我在下交流道之前，我就狠狠地撞他一下，然后我就抢他前面下交流道，然后结果就是回损程度29%，哈哈哈，这就是结果。就多么痛的领悟，大家就这样，多么痛的领悟。本来我的货物回损度是零的哦。现在是29%，很严重吧？货物回损29%，我就觉得我这一趟应该是拿不到什么钱了。我觉得被扣6000都是小意思。你看我刚刚不过就个2%的回损，他就扣我2000块。我29%回损，我拿不拿得到3000块都是一个问题，我觉得。所以我刚刚在算啊，我这趟出门，我油钱。油钱就先不算哦，坐船花了快1000块，然后超速开了一张，车祸开了一张，再加毁损，然后我这趟路的费用应该是个多少来着？我这趟路的费用是2万2，那我觉得我拿个3000块差不多。没有，不是10几趴是我自己哦，我自己本来是4趴，所以我自己的部分是我的车多6趴，然后再加上货物回车是9趴，所以我才说我这一趟应该就等于白跑啊，所以我才说，我就要说服自己，我这一趟就是纯粹回欧陆，我这趟没有拉货，后面的油罐车没有的，没有的，60-70损的话，要赔钱给他吗？要倒吐钱吗？他会倒吐钱吗？就赚着钱，然后他最后是扣嘛，扣一扣倒吐会不会这样？会怎么样吗？车损100会怎么样吗？直接道路救援吗？我上次我道路救援啊，上次我翻过车，你们知道吧？翻车还没那么严重，车损100跟重买一台有什么不一样？车损100跟重买一台差不多吧。哎，我等一下一定要去修车了，这一趟跑完了去修车，还好也剩89公里了。等一下就要面对心痛的结算。
我要超他车，怒超他车，欺负你没有尾巴，我一撞你可以飞到隔壁车道去，没有隔壁车道，我一撞你可以飞田里去，所以我怒超你车，哈哈哈哈，开心，欺负一下旁边的小车子。好，还欺负这条路没有测速相机，我现在处于严重的超速状态。不用吗？车损100，人还活着吗？车损100，司机要送医院吧？应该是说车损到这么高，车还能发动吗？他车子损害到10几%，他就会。引擎故障重新发动欸，那车损这么高，他理论上车应该不让你开啦、啊、应该要直接送报废厂的啊，不能没办法开的啊，引擎根本发不动吧，什么情况会车损100？如果以这个实际的车子来看，大概就是天上掉一台拖拉机把它压扁这个情况吧，这样应该车损100。嗯，在我的观念中，天上掉拖拉机把你压扁，这个应该车损100没错。所以道路救援其实好像也的确是不用道路救援，好像的确不用道路救援，你说的没错。好，还有40公里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嗯，放慢速度，打方向灯。放慢速度，转弯。啊！加油！哎，好，还有32公里，还有30分钟，为什么那么慢？我就发了个呆，我就发了个呆。上次我翻车道路救援以后，他就把我送到附近的休息站。我自己感觉我好像还可以少开几公里，所以我发现道路救援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。而且因为当时是开雇主的车子，是帮别人打工，所以他道路救援的钱好像还不用我自己付。直向对撞，看来你也挺冲动的呀，大概就这种情况吧。不过转弯速度应该不会太快吧？但如果你是甩尾方式的转弯，那就另当别论。路易斯堡，5公里，嗯，要看到站点吧，我看到了。不过这样盲撞直直撞车祸也是扣400，轻轻擦撞车祸也是扣400，总觉得好像直接把这辆车撞烂好像比较赚哈，反正都是要扣钱。而且我装了防撞杆，应该可以减免点损失啊。刹住了，看看差多少，还差很多嘛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快要到站啦！我们等一下面对痛苦的真相以后，必须给我5分钟的时间，让我平复一下我的情绪。我有预感，我等一下会心痛，所以
所以我要必须要休息五分钟。然后我们再来开下两趟，我想要开个到比较，到算还说好先赚钱嘛，说好先赚钱，存钱买第二台车，那我还是挑性价比高一点的路段。反正今天目标就是，哎，等等，这边要转弯，可恶，混蛋！开得可顺了，要转弯，好好好，我刚刚讲哪里？我刚刚讲到今天要升到11级，对，今天的目标是再升一级。昨天升到10，我今天要升到11。到站喽，感动。来停车吧，等一下好像可以直接从这边拉任务。好，好，停，来巴库咯，巴库，来，哎呀呀，好像差了那么一点儿，怎么办呢？调整一下位置。好，稍微往这个方向弯一点点。哎。你是逗我吗你？你逗我吗？可恶，再来一次。好，这样，很好。不行。重来一次，好，再来，怎么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善呢？的确是并没有什么改善，再次。弯一下，哎，好，瞧过来了，哎，换个方向，哎，啊，好，可以，哎，还好，差不多也行啦，唉，损坏，哈哈。哦，我果然，啊哈哈，果然亏了，我心好痛哦！这趟不只是白跑，我还亏钱。啊，我的心好痛。好，我决定休息五分钟，我顺便去修个车，五分钟之后再回来，我顺便重开一下游戏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